唱不完的节奏，有够高的音高，无尽的微笑。我们找的这三位作曲家，他们其实对于文字都有很特别的要求，音调或者从节奏或者从这个小节的第几拍，我们都可以知道这个作曲家希望这个角色应该是要往哪个方向走。举例就是我讲了一句话，如果今天我在重拍，那我强调的会是我讲了一句话的讲在重拍，那就我会强调的是动作。那一句话如果一在重拍，我强调的会是我讲的什么话。对于文字的想法，其实他们会在音乐上面做安排。用复刻的方式让大家重新回味一下啊、哦，当初在台上看到的样子。但是因为我们人数没有那么多，所以这次的挑战就是在新的片段里面用少少的人创造出很丰富的画面跟肢体。更精准的叙述可能会是万花筒，你本来这样子看是这个氛围，但是你只转了一点点的角度，它就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氛围，所以这就是 Gala Show 有趣的地方。